他是三次拿下文华奖的舞蹈编导王葛，绝美的五星出东方，国宝级的一个东西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灵感，家乡的自贡灯会，只有当灯会开起来的时候才感觉哎，过年了，经典的摩登时代都是他的艺术分享，他没有声音，和我们的舞蹈很像。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王葛的艺术清单，敬请关注。谢谢米娜，哎呀，真的好美，好美，谢谢。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的艺术清单。本节目由两倍乳源钙、营养好吸收的君乐宝乐钙中老年乳钙配方奶粉冠名播出。乐钙邀您共赏艺术之约。哎呀，刚才在边上看的都简直是入神了。刚才这段舞蹈叫灯舞，远古的呼唤，是取自舞剧五星出东方。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就是五星出东方的导演，让我们欢迎国家一级导演王葛。老师好。呀，老师好。老师好。
真的由衷的祝贺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你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于就是在和田地区尼亚出土的五星的织锦护臂，巨国宝级的一个东西，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灵感。我们在新疆的那么多的资源当中，或者那么多的信息量里面，去感受到这件文物，在这样的一个文物当中去感受那种历史的温度。芒格导演当初为什么就一眼看上我们米娜作为这部舞剧的女主角？这样的米娜，我看过她一些作品，我觉得她是在新疆演员里面非常全面的一个演员。他有这西域的面容，就是有他自己民族的舞蹈的这种专长，还有当代舞、现代舞，还有这种戏剧表演的能力。只是舞蹈跳得好，没有办法演舞剧的，他得有角色的塑造能力。哎，我觉得你这个角色塑造能力真的太强了，因为这里面你演的是个少女。那你们看她哭的时候，怎么能还有哭的时候吗？不好，做了好多次。米娜在这个年龄段演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的时候，心态要找到，形态才能找到。心态找到了，才能找到形态。对，我扮演的是春君这个角色。春君这个人物呢，她是精绝古城，就精绝首领之女，也就是16岁的一个小少女。她非常天真烂漫，然后呢，古灵精怪，然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其实我是第一次演舞剧，真的是在塑造人物上真的是压力蛮大的，尤其是自己现在是身为一名母亲，在演一个这种春君这样的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少女，对于我来说挑战特别大。但是呢，我呢在生活当中也会观察自己的学生，包括学习自己女儿那些古灵精怪的小表情。那在这里真的特别感谢王导，真的是把我这颗少女心真的是激活了。每次跳的时候我会200%的投入，特别享受，是因为感觉一下子重返16岁少女的状态。当时排的时候，我在批评另外一个男主演的时候，他后来他躲在另外一个男主演后面使劲哭。哎，我说我没说你啊，我说我说的是这个凤啊，他说你那太吓人了。我说，那我就想起来，对，因为好几次真的是把他给说哭了。因为导演对我们真的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严格。但是严师出高徒，我这次是更是深刻的体会到，真的没有王导的这种对我的这种要求，我觉得我这个人物不会这么成功的去塑造。真的到后面观众都评价就说古力米娜你就是春君本人。最后我觉得古力米娜演出了在这个戏里面一个小的灵魂，而且我觉得他的找的点特别的准确，他向自己的孩子学习。你孩子多大？12岁了。你看像12岁的少女学16岁的样子。你刚才说到少女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是少女，一下那个眼睛那个亮起来，里面就有星星了。是的，是的，是的。每一次演的时候，我就感觉仿佛自己到了一个童话世界里，我带着这个来自中原的大汉的这个将军，然后到我们那个西域，到我们的那种热闹的集市去逛街，然后又一起跳起千年前的广场舞。我觉得也不能忽略我们的男主演，我们的男主演叫凤，凤，一个叫凤，一个叫剑特，包括春君这几个名字都是，就是我们的编剧从这个尼雅的那个出土竹简上看到的这种名字。2000多年前，中原地区所谓的很富足，所以他们西域的很多人都喜欢起一个汉族名字，觉得很时尚，觉得当下的时候很时尚，很时尚，对对对，挺潮的，非常潮。你看凤这名字，他也是戍边战士，戍边将军，他今天奉献。特别想问问你们两位啊，在做这个舞剧的时候，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第一次跳舞剧，我是一个民族舞者，然后我擅长跳的是民族民间舞，但是在舞剧当中恰恰相反，我要跳更多的是现当代舞蹈，还有就是双人舞。所以在整个这个排演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这几年我的双人舞呀，包括我在其他综合能力方面的进步是非常大的。那对于王葛导演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挑战就是我觉得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去说这么厚重的一个故事。这次我和编剧许瑞两个找到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想用喜剧的方式，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大主题
给呈现给观众，用喜剧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里面设计了非常多的喜剧桥段，让观众很轻松的去把这个故事给看完。但是前面可能看的还是喜剧，后面看的是悲剧了，看着看着就哭了，或者看着看着笑了。对，我能感受到的是我在这部戏里面的创作非常多的就是什么浪漫，浪漫美好，把美好全部建立起来。我们作为普通观众第一眼就是看到的演员的美好，服饰的漂亮，就这些其实都是特别具有特点的一些服饰，这有什么样的心思在里面跟我们说说？这个服装的整个的色彩，整个的款式，其实借鉴的就是什么，就是壁画里面的这种形象，包括这个颜色，它以绿，以这个就是叫橙，这也是当时的这种矿石打磨细腻以后画出来的，工匠画的壁画上的这种形象。手上这个灯实际上是我们是借用的，就是和田地区的，它有一种舞蹈的形式叫灯舞。这个是用什么绳子套在你手上的，所以它才不掉。你知道它怎么为什么不掉吗？那为什么不掉呢？靠练。这么直白吗？真的是靠练。靠练，生练啊。我们掉了很多，摔在地上噼里啪啦的摔了很多，就是靠你慢慢手感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完了后来你就哪怕手上有汗的时候，你一样的可以。对对，一紧张不会滑掉吗？来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动作就很容易掉啊。对呀，它要从一个大的幅度，这样的一个幅度叫上盘握那个幅度，它就很容易掉下来。像这种就很，你看它这个时候就放松了，它就不是一直抓着的。抓住抓住赶紧抓住美。像壁画里走出来的姑娘很有仙气儿。要不要试一下呢？王国导演说怎么能蹬不掉，靠练。你这让我现在练。那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搭一，对，下盘位上盘位，哎呀可以啊，哎呀，对，搭一，交脚，你看朱老师是学过的。哎呦可以转。哎呦，我要就变成了戏曲了，我能感觉到，我变成了戏曲了，就不是那个西域的姑娘了，就不是民族民间。还有一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动作，眼泪，呀，好美啊，对，对，看着灯，特别美，特别美，能够留下来几千年的东西。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它一定有最美的角度和我们最爱的那个样子。对对对，这部舞剧到目前为止已经上演多少场？60多场了。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首演第一场，从我们第一次试这个灯舞，从2020年年底12月初一直到2021年的6月首演，这么8个月的时间吧。因为我们全剧组从导演主创到我们方方面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演员，我们是拼尽全力，真的是心血之作呀。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首演的时候能用心做的这么一个成果能够得到大家观众的喜欢，也能得到业内的一个认可，所以首演那场其实我们大家也是心里非常非常紧张的。这个作品就像自己孩子一样，你第一次我自己这么大胆去尝试这样的一个题材，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其实很有挑战。你心里会忐忑吗？会紧张，因为我会坐在就是操控的地儿去监视着灯光的时候，其实是心里面是很紧张的。第一怕颜色上面出错，第二怕我的灯光的这个叫号叫的扣不准确，或者舞美的整个这个就是节奏时间包括起光的时间，因为他戏是要根据他演员他今天那个状态，他表演到那个点上的刚好把手脚就舒服了，拖一点也不舒服，早了也不舒服，戏没到。他每天都会不一样，这种美妙只有在舞台上站过的人才能真心的感受到，都是节奏都在呼吸间。这部剧真的是一部佳作，因为它有根，是让文化遗产能够不仅活起来，而且活起来，所以这两点都做到了，真棒。再次祝贺，谢谢。所以今天芒果导演艺术清单当中列在第一个的作品就是《五星出动吧》。
继续分享王葛导演的艺术清单，第二个清单作品是什么？给你个线索，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哟，悲剧、喜剧，你这给的范围有点大吧？再给点线索吧。哟，自导自演，这缩小点了。还有吗？还有，无声黑白。是卓别林老师的作品，能猜到他的几个经典当中的哪一部吗？《淘金记》，《摩登时代》，马戏团。那你看看最后一个词条，普通工人。哎，是那个那是摩登时代，对吧？的确是摩登时代。摩登时代是由查理·卓别林担任编剧并指导出演的一部无声电影，于1936年上映。卓别林饰演的工人查理，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艰难地生存着，并与在街头搭救的孤女相濡以沫。卓别林用滑稽夸张的肢体语言演绎着温馨感人的故事，让这部电影焕发着人性的光辉。应该说最经典的一部电影之一了，说的是一个小工人还有一个流浪的女孩去追求幸福生活的那么一个故事。对，哦，你为什么会把它选入你的艺术清单？为什么我喜欢看它的东西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声音，和我们的舞蹈很像，肢体来表达。对，只是说它的肢体更多的是生活肢体，生活的戏剧肢体的一种放大，夸张，而舞剧呢，还要把肢体还要放大，放大到能成构建起舞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我觉得它有很多东西可以是相通的。还有我喜欢它的幽默，高级。你喜欢幽默？贼扎心。看完后一看着笑着笑着，可能就很难过。他们到了四楼，到了四楼后，他把眼睛蒙上来滑这个旱冰鞋那段，相当于他的扶手整个断掉了。哇，卓别林的表演，这一直滑滑滑滑，他就浑然不知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他把眼罩摘开的时候，他就像他从来不会滑冰一样，慌了，完全不会。你在被这个真实的什么东西给蒙住眼睛的时候，你很幸福的生活在那儿。揭开的时候，用真相的时候，他已经慌了。他是有一种意味感在里面，就他类似这样的桥段非常多。本来一个车开过去，就是一个小旗儿掉了，他就想捡起来，就说：“哎，你们小旗儿掉了，小旗儿掉了。”后面一帮人冲着跟着他就对，完了他就被警察抓了，就这样的讽刺那个社会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他对生活的理解超出寻常人，不敢说所有桥段都他自己设计的，但是我觉得他自己设计的成分非常大。他经历了生活的这种捶打以后，一定有这种原型。就艺术不可能是凭空捏出来的，所有的艺术，不是所有的，就是这种戏剧的东西，它一定有生活的来源，只是它用什么方式去表达而已。让我非常佩服卓别林的地方是，他对自己的肢体太有控制了。我觉得他是人格善我吧，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应该是一个台阶儿，我在他台阶上不停地跳，不停地跳，全部在节奏里面。就我们从舞蹈这样的一个节拍概念上，还他又加上了融入了非常多的戏剧，不停在戏剧和节拍和舞蹈之间的切换。这种切换我觉得那种自然，你不会觉得他在演，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上去看到以后还是觉得非常好，还是那么打动你，还是那么感染你，还是觉得他一些包袱丢的点子用设计的这些桥段的设计方式，他会影响可能一代几代的这种艺术家。这我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传递给观众，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作品有些时候过于太沉重，我觉得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手脚，就是这样的类型的作品让它轻松化，要解放自己的手脚。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在创造新的一个题材的时候，我觉得总要有一个突破吧，可能不一定是最新的，但是它一定是一个自我的一个突破。我不能老去做那么沉重的，我说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机会，我跟编剧说我们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向去做它，去尝试一下，哪怕我们输了，哪怕我们败了。你怎么理解创新？因为我看你在每一个作品当中都在不断的在尝试。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不敢说创新，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创新。
就像刚才周斌这样的大师，我猜他是在是一个时代这样的创新，而我们是踏着这样的大师的这种足迹，在自己的小的这样的一个创作里面寻找一点不同的。那在中国的电影当中，对你影响大的作品有吗？其实很多，我马上就能说出来的，可能我觉得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但那个时候是我对戏剧很痴迷的时候，所以我当时看完那部戏对我触动非常大。首先是他几个人物的设计，我觉得每个人物，特别是像陈蝶衣啊、大师哥啊这种，都非常有特点。连他老师那个形象，师傅的形象，我觉得这个小形象我都觉得我现在都历历在目。这部戏它不光是这种人物，更重要的是我在那个作品里面看到了几十年中国的变化，就他们演的这种戏曲人从那样的一个遭遇到最后用尊重，他也是以小见大的，特别有印象，就是最后拿着剑《霸王别姬》，最后他最后唱一舞的话，那一下说我要说很崇拜谁的，我觉得他绝对是，你要唱一唱的好，演演的好。张国荣真的就像你说的，唱得好，演得好，他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心中的经典。他演的那个《夜半歌声》也演得好。你哼几句《夜半歌声》。只有在一生，我和你才能敞开灵魂，其实放天真。你声音非常有特点，最重要的是有辨识度。我还真去考过电影学院，他们说我嗓音条件太差，一个普通话四川普，一个嗓音条件太差就没要我。后来我还是回去干我老本行，舞蹈。在舞蹈这个领域，你有外号是吧？因为他们最爱我叫王老吉，因为吉就是那个着急的急，着急的急。对，你是老爱着急吗？开车干嘛都不急。我也不会去抢一下，会插个队，很奇怪，就排戏的时候会，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你会跟谁急呢？有时候跟自己，有时候跟演员急。自己觉得好听点的话，还是比较认真吧，在创作上还是比较矫情，还是想去把做好，做的尽量让自己，没有太多遗憾。咱们的小伙伴能不能感受一下王老吉？一起来啊！真的，你们真不怕是吧？你还真不知道王老吉的厉害。没来吧，来吧，在这儿急不起来。小伙伴们上。那我们就即兴表演，好不好？好。第一个题目，雄鹰，从你先来。来，好嘞。雄鹰，他是学西班牙语的小伙子，刚才跳得很像国外代表团。来，我们看下一个主题，旗帜。老师，你来，尝试一下吧。尝试一下。好的，下一道问题，门是大家平时开门的门，还是自己心里的那扇门？你们考虑一下，谁愿意来？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筷子，哎，筷子，筷子，你就剩你了，而且你特别像筷子，特别适合你演啊。舞蹈吧青春。来，四位同学到台前，我们听听王老吉怎么说。其实即兴表演是很难的，在哪儿？即兴表演是最快速的，你要反应，是直奔主题去。是，好，他们是直奔形象去。门，一说门，蹦蹦就敲的门。刚才朱迅老师已经说了，门有可能是心灵之门，打开的是一个心扉，所以你一下那个，你看就不是直接的那样的一个形象的概念，它可能你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它会异化出去。比如说旗帜，它旗帜像一个引领啊，我希望它是一个更加的是有一个有意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里面，而不是直接的是表现的一个形象。拿不拿道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去给人的感受，它有旗帜的那种召唤，有那种精神的召唤引领。我筷子的话，我有可能会想到是母亲家亲情。我会通过，我会，哎，我这边作品的时候，我不会直奔这个形象，我会去考虑这个形象之外的外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想，你直接表现筷子咋表现了？你想拿十双筷子，拿一百双筷子也没用，是吧？最多就跳个筷子舞了。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它从筷子当中往外生发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老师给大家今天的启发，但是我觉得这个跳了也不白跳。对，王哥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讲讲讲讲，谢谢，谢谢老师，谢青蛙王是不是？哎，恐龙吧，恐龙，这恐龙吧，我喜欢那个，你喜欢哪个？小恐龙啊，可以换一个。这个跟我今天的练功服非常搭，我也是。哎。这漂亮哎！对，它好像一个祥云呢，不是花，它是花。这是恐龙的小灯，你这个呢？哎呀，兔灯，真好看！你看看，您就不能多拿一个来吗？我站这儿空着手，你好意思吗？哎，不开玩笑了，这是老师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但也都是有任务的。这个其实里面有下一个艺术清单的线索。我看它好像都是花的形状，花的形状，对，就我联想到是不是跟花有关的舞蹈或者舞剧，有一个宝莲灯啊，宝莲灯，这是我们很经典的一个，也很经典，啊、是呢。我这个一看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哎，我想起环球的一个系列电影，就《侏罗纪世界》啊，小恐龙，这我的属相。你属兔的，对，我属兔的。这个虽然很可爱，我其实是一个吃货，麻辣头。对对对，那个比如说麻辣头、双流啊、自贡啊，他们会有很好吃的兔肉。自贡。哎，把它串起来，就是王葛导演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了。王葛导演，咱们揭晓答案。就是我们四川自贡恐龙灯会艺术清单请来这么多嘉宾。从来没有人把灯会作为艺术清单当中的一个作品，但王葛导演就是如此。来吧，自贡灯会。自贡灯会从1964年开始，这个全是晚呢。可能现在年龄越大的时候，就会反过头来想起和他们在一块儿点点滴滴。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你也会有像我那一天老去。本节目由两倍乳源钙营养好吸收的君乐宝乐钙中老年乳钙配方奶粉冠名播出，乐钙邀您共赏艺术之约。自贡灯会啊，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逛灯会赏花灯，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自贡彩灯的守护人，欢迎熊彪老师。熊老师您好，您带来了这么多彩灯，好漂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自贡灯会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我们自贡灯会的发展从1964年开始，到今年已经36届灯会，而且恐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对对对对，叫国际恐龙灯会。我们自贡有，全世界最大的恐龙化石群，自贡恐龙博物馆也是世界上第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小时候，我觉得我很早的时候我就觉得，只有当灯会开起来的时候，才感觉哎过年了。很小很小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父母就会带着我去看灯会。我有一次我说，哎，我说我去看灯会去了，那是很小啊，自己跑去看灯会，晚上嘛就特别困，我就在那儿吃了东西，吃东西就睡着了。后来晚上我爸发觉我没回家，跑到灯会来找我，都已经熄灯了，把我背回家了。那是就在灯会里面过夜了。就快乐的舍不得走，对，因为看灯会很累，你知道吗？很累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太多了，挤着，但是真的是非常精彩。你这么一说，当我想起小时候逛庙会的时候，就是被人挤着走，根本不用走，不用迈腿，就是挤着走。那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了。那今天熊彪老师带来了好多彩灯，有各种各样的，您跟大家说说吧。这个是自贡的特色灯组，它主要展现的是自贡的。非遗捆扎技艺，自贡的瓷器灯，我们做的最大的可以20多米高，现在我们把它浓缩成小的瓷器，展品，你看这个最小的1公分，这么小一点，我就跟我指甲盖一样大，我就小时候看着这个就这样扎的哈，就是巨大的龙，巨大的，对对对，可能跟这个眼部厅差不多大一个东西，就是、小时候没有，我们会钻进去，对，现在我们把它浓缩，浓缩成小的展品，精致，可以收藏，它是有那个杯碟勺。捆扎起来的，我印象当中还有就是拿那个像如果是医院的话，他就拿那个什么针管，对对，还是也可以编出很多花样来。小时候的用都是每个厂，好像就比如你是这个纺织厂的，就用纺织的那些东西来变成彩灯。这个全是碗呢，对对对，然后这是小勺啊，小盆儿，就是啊，小酒坛子、小碗儿，对，完全编上去了。这有多少零件才能做成这么一盏灯？几百个，对对，这是我们这个宫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自贡的当地文化，恐龙之乡，也是千年盐都，江姐故里，千年盐都，恐龙之乡，中国灯城，对对，说的就是咱们自贡，哇，全可以在灯上表现出来，哎，这个是。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异国风情，异国风情，对，主要是根据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建筑风格，我们设计的这个灯，这样我们这个自贡彩灯有很大的包容性，这是有刺绣在其中吗？这个灯它是内裱，从里面裱服，就是我们展现这个，你看这个是条龙，我们展现的这是丝甲结构，你看。这样展现我们的制作工艺上的精湛，加上蜀绣，加上我们的国画，对，中国画，对，我们再看，看这小灯，这个灯很小，就是我们把宫灯做的小的主要目的是让它进家庭，让它能够走进平常老百姓家里，这大家都能够买得起，看得见，能够带回家。这个就好了，这个也是瓷器灯嘛，这里也是设计图，这是我父亲30多年前设计的手稿，就我小时候，就是对呀，30多年前不就是你小时候吗？对对对，看过你父亲他设计的手稿，他父亲走后把他留给我传承下去，
把它传承下去。对，看着这样的手绘，真的是内心特别感慨。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觉得你一定会把这个自贡彩灯守护者的这个责任要担起来了。这么多来自自贡的彩灯，怎叫王葛不想家呀？这就是他浓浓的乡愁，一辈子在骨血当中的。再次谢谢，好，谢谢熊彪老师，谢谢。几盏彩灯一下把王葛导演带回了自己的家乡自贡。自贡，你在那生活了多久？我11岁多离开自贡了，我在自贡出生。我们也看看王葛导演小时候的样子吧。后面的是我姐姐。姐姐好漂亮啊！小时候他们都说我姐比我好看，像我爸，像跟我爸，我像我妈。这爸爸也好帅气哈。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就是一个制盐化工厂的一个工程师。妈妈呢？母亲是蚊香厂的会计。哦，其实我们家没有一个搞艺术的。你喜欢舞蹈是受谁的影响？我觉得应该受我爸影响多一点。你爸也爱跳舞吗？他那时候应该是，准确的说应该是叫交谊舞吧。哦，就是那个蹦擦擦蹦擦擦。对，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厂里面老办这种活动，他就会把我带着一起去，有些阿姨就带着我就跳一跳，学一学。这是70后共同的记忆，打小就被爸爸妈妈带着跳交谊舞。应该是87年，我妈就说，这个四川武校招生，招舞蹈，你要不要想去考一下？当时其实对舞蹈不太了解，不太了解。要这那么苦就不去学。当时还挺难的，考试人挺多的。整个自贡我印象当中招了就招了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从此就进入了专业舞蹈的领域了，就走上了这条路。但是好像中间并不那么顺畅。对，90年代吧，那时候分到厦门歌舞团，我一年可能就上过2-3次台，几乎就不上台。你像不上台，你就不想练功。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就我姐夫他就做生意，也就16岁吧左右就跟着他们做生意，我就跟他们去。第一不会，第二呢，我把我最擅长的东西给放弃了，我觉得不应该的。后来我就还是回去，回到了厦门。后来在厦门乐舞团，我觉得那几年，真正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上了很多次舞台，才报考了大学。从北舞毕业以后又到了北歌，所以我还是跳了很多年。那怎么从一个舞蹈演员转为导演？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对创作有一些兴趣，在外面去给别人做作品，我就坚持一直在做一个一个的小作品，一点点摸索。又没学过嘛，自己摸索。那份寂寞还是挺长的，好多好多年，编了好多。这段时间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叫扎根。这一段时间你的根往下延伸的有多深，你在上面长出的枝叶就会有多茂盛。听说你用父亲为原型做过一个作品。那个时候那一届正好就是提倡现实题材，正好回到老家的那个舞团，就是九大艺术团请我做作品。我面对这些演员，其实很非常地方的演员，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就是这种全国大赛的作品。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就回到家嘛，回到家跟我妈聊天，我说爸去哪儿了，他说去茶馆喝茶去了。他一说茶馆喝茶的时候，我一下把我的小时候记忆给勾出来。不是，那是茶馆，还是有那么多老人在那儿喝茶。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下觉得这个题材多好啊。我说这不就是你自己最最最亲的人吗？因为我和我姐都一直不在他们身边，我去这样的做一个这样的作品去歌颂自己的父亲，或者歌颂这些就是我觉得空巢老人，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很多人看完，当时看完以后，包括我老师跟我说，哎呦，我怎么想第二天想去买张票回去看我爸了。其实作品就需要去打动观众。是的，去感染观众，反射到人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对啊，这种作品完全是来源于生活。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它一定有这种共性在里面。爸爸有没有看？就在自贡的时候，在汇报的时候我请他看了。爸爸怎么评价？他挺激动的，都说还都好看。他用自贡话说还都好看。我觉得那种他说的好看，因为他不可能说他那很用专业的话去对你这作品的解读，但是呢他能知道
也是儿子一份孝心，会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表述，可能不愿意说，哎爸，我很想你，我就用作品去这样去跟自己的老父亲去对话，我觉得更好。就男孩可能跟女孩不一样，就中国男孩就是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挺含蓄的，但是又爱的深沉。就是小时候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年龄越大，自己当了父亲以后，才知道那份情感其实是父亲不像母亲那样的，天天跟你喋喋不休的跟你聊那么多事儿，但是呢，他为这个家。为这些事儿做了很多的，那时候他还为了我上学，他去打工，就是有些时候真的会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妈也好，就是人生几十年哈，我觉得有些时候就一直老不在他们身边，每次跟他们说，哎呀，我要回去看你，就老感觉要想办法挤出时间去看他们，那种愧疚感，可能现在年龄越大的时候，真的是就会反过头来想起。和他们在一块儿，那小时候那种点点滴滴，一直在一块儿，包括现在一吃饭，我们就三个人就会聊一些小时候的事儿了，很挺难受的，可能到这个年龄才会体会到父母的这种，想跟爸爸说啥？就是很想他们吧，我觉得他们就是身体好就是最好的，别的都没有什么，平安、健康，就是最重要的，别的都不重要。我们这个专业出了那么小，十一二岁就离开父母，我现在还记得住那时候上火车的时候哇哇大哭。你哇哇大哭还是妈？我哭，我觉得我妈还好，反正我那时候哭得挺凶的，还小时候我还摔过一次，把摔个脑震荡，咣摔从二楼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在医院里就是病危通知书就出了，后来呢，我才听。别人跟我说我爸在那个门后面哭的，简直泣不成声。这种小时候的是越会一直萦绕在心头。其实这是一份乡愁，对故乡的这份情感也会时时的出现在你的作品里。好的，那我们王葛导演艺术清单当中的最后一个作品到底是什么？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是由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根据艾略特的诗集《老附属的群猫英雄谱》及其他诗歌创作的音乐剧，1981年在伦敦首演。剧中众猫们在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挑选一只猫重获新生，所有猫都粉墨登场。曾经光彩照人，如今只能流浪的魅力猫，以一曲回忆唱出了它心酸的一生，获得了重生的机会。该剧出色的音乐和舞蹈给人艺术上的享受，其以猫喻人的情节也带给人们思考与启示。猫从1981年开始可以说是风靡世界各地，而且用十几种语言在几十个国家进行演出。它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所有的形象，所有的唱段。还有在没有看过这戏之前，你已经听了很多它的唱段，比较最有名的《回忆》。哇，那简直感动！我觉得猫在我心目中是个里程碑的。特别是这首歌最最打动我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年轻，每个人都有那样的一个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当那只老猫唱着那首回忆的时候，那点就感特别感动。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你也会有像我那一天老去那样的什么，对，哎呦那点儿，一开始很多人都很嫌弃它，觉得很脏，觉得很老很丑，哎呦那种感觉，但是当这首歌最后唱完的时候，所有人都对它那种尊敬。猫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很像很像，人需要尊重，需要一种爱。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爱字。这个猫剧它不直接说人，但是用猫来代替了，它就把想象力全部拉开了，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拉开了，
他的艺术的这种张力。我是搞舞蹈的，我对他的肢体的这种运用，猫的形象，每个人走笑，每个人的这种速度的这种区分，都能看到这个猫的性格是什么品种。在这个社会圈里面它什么地位，设计得太好了。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像我们国漫一样哈，它又能天马行空的把这种最神奇的东西放在里面，可能跟他最早他想给孩子们带来欢乐的情况下，但是没想到让大人们全部感受到了，是的，让大人们全部看进去了。大人们最后服了，因为他却说的不是一个小朋友的世界观，小朋友看到的更多是新奇，那种绚烂啊，很炫的这种舞蹈唱段，但是大人看的是道理，看的是自己，看的是自己的意识，一定在里面能找到有一只猫是你自己。是的，我觉得最重要是音乐剧，我觉得它把所有可能性，唱、跳、演，就是能在舞台上运用的，全部在极致的运用上面。我觉得这是音乐剧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你觉得它跟舞剧最大的区别只是唱吗？我觉得音乐剧核心的还是在唱，它核心的所有的肢体是建于唱。之下它相对比较综合一点，但是舞蹈核心的还是跳，塑造经典的舞蹈形象。还有就是我觉得音乐剧它很好的就是我觉得它节奏快，就在一个桥段里面可以说很多很多的内容。音乐剧我觉得太综合了，对一个演员的要求素质要求太高了，包括你在哪个环节上要倒气儿，你又要跳又要唱又要演的时候，上蹿下跳的时候很难很难。好的编导真的可以从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汲取养分。我觉得我那些年我还特别喜欢去到人艺去看大的话剧小的话剧都会去，我挺喜欢人艺的那个话剧的那种风格，茶馆也好，天下第一楼也好，在他们这些演员身上在他们的这种艺术作品的上面，我能吸取到很多养分。这种养分实际上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就是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常年积累，偶尔得知。今天给我们列了好多你自己心爱的这些作品，你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你最想做什么样的作品？我未来很想做没做过的作品，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吧。方向？我没有特别想说我一定是哪个，但是我一定要找在下一部戏也好，再下一部戏也好，我一定要找寻我曾经没有尝试过东西。如果机会的话，还想再去做音乐剧。王葛导演现在正好是创作的盛年期，期待您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这是发自内心的。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王葛导演艺术清单当中的各个作品，我们来看。来吧，请王葛导演签上您的大名。王葛，谢谢。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我们下期再见吧。鲜、香、辣，哎呦。说的口水直流。你说大晚上的，你说这合适吗？这个啊，非常不合适，有点馋了。很漂亮，很漂亮。这鱼灯，现在传统的做法是有圆形灯、方灯、四方灯，还有六方灯。现在我们把它融入在一起。我觉得我很宝贵的就是我有十几年，或者十一二年的这种跳舞的经历。